三人。独角的魔女。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。郭湛如的手下。哥布林是没人才吗？皇帝越来越少收益，好低。黑暗王子深深感动。我是说先写物不是会自扣吗？听人说带着可以不扣自己的写商人。这个我就不确定。单人五回合胜利。三个马修。多三个。这个。可以，但是威力大减。他带什么？天使吗？动步，动步好了。索尔认为抽卡有所谓的防毕业机制吗？可能有，我这很难说耶。防毕业路板有出专门抗魔女的饰品了，所以还是要扣血才能伤人是吗？没试过，要装装看，真的要装装看，我不敢确定。下礼拜的新奶技能就是免疫故伤。我觉得你是丢给你的。觉得每个账号会根据练度决定不同的防毕业。话说羁绊是不是一定要够高战力才能破五千？我现在血力10/13/5，战力只有4900。女王的专武可以抗护伤。哇，没死哎、欸。有爱才会换那个专武吧 XD。小兵的练度也会提升战力。现在这首就是女王的背景音乐，女王专武会让她的被动变好用。跑掉了、波段。那个专武女王以外的人穿会触发防护伤的效果吗？战力时空。你开头三样兵练度有十级兵都能上五千。哇。今度はあたいに何させるんだい？一直叫哎、叫个不停。这样打不太对。都说是专武了，当然是其他人不能用。女王的专武部位是头盔 ，SSR 也没啥好用的头盔，所以换了也不亏。哇，这也不能动，这两只不能动。不是是能用，但是部位有专属效果。哦，血回合吗？天女王者都不差，只是大多人都会选择优先换艾尔文的时钟剑。
专武给其他人只会有基本能力，但是不会有特效。不会，把奥斯莫君天下。原来我好笨 ，Oh my god！ 恐怖的惩罚，崇拜力量。刚刚上两屋内的敌人是让人无法移动的。天女不是有几率会盖掉超绝吗 ？Baby 的安克手段，趁命一战。艾尔文的人品见神器跟废物就一线之隔。温章暴动。你是可以点的，点的是第二。尼斯蒂尔的身材也太辣。